这个整个大猪脑袋，哎，啊，躺这儿，先来块猪公嘴儿。来烧饼往里夹，哇，说明你家太有感觉了，这个好，谢谢。他都来呀，烧饼。就愿意吃这猪头肉，这股黏糊劲儿，黏到哪儿，分儿不腻。老爸，你让我给看的，我都馋了。你吃吗？我不吃，炖猪肉。大家的评论说一整我就没吃完呢，想让我一会儿就吃完，大家真想让我早点走啊。
红烧肉炖个苗子，这家还黏糊呀。来回的大米饭，这咋回事？嗯，嗯，来吧，扣上得了，扣上搅和搅和，哈。好的，哎呀，这一搅和，嗯，豆腐，哎呀，嗯，香叶。这红烧肉再炖点粉条子，再，哎呀，再配着大米饭，再绝了！粉条还是得讲究这红薯粉，那口感就不一样。媳妇啊，再这样来瓣蒜，配个去配个大蒜，嗯，谢谢，嗯，啊，太多了，一个够了。嗯，还有块。这个蒸盘肉来自龙，嗯，
就完了。镜头啊，